欢迎收看两天两夜吃着玩金门第三天 plus。 今天吃完饭早要去老街绕绕，想要去摊合记百年油条，想不到合记油条再见，我不要排了，下次请早。本来想买饮料，好巧不巧精品被我瞄到，看起来不错哦。好了，快了快了，三宝摊烧饼开了，快点来买烧饼哦。小插曲，先去呛个派对少毛病，登登再回来买。可以来两个甜的，一个咸的。对，强到了，会太晚欠，赶紧再吃一件。好了，回归正题，这个不起眼的巧克力吐司，甘蔗上飞机，随便应付几口，长了好漂亮。怎么被偷咬了一口？没时间了，快点吃，好弄了巧克力香气啊，给你们闻看看。先品尝下吐司边，颇有韧性，不太对劲，有点干，照管理沾下小料汁儿，好吃多了。话说巧克力感受不到，反而吃出了咖啡味儿。再一口试试，中心这圈好多了，又 Q 又软。剩吐司边了最后一口，糟了，没吃饱，接着啃烧饼。我的妈，这里面好松啊，我好爱，太幸福了。听起来怪怪的，中间过了脆脆的麦芽糖，又香又香的，简直绝了，比可颂好吃一百倍，给鸡排我都不换。三口解决，要登机了，拜拜。搞搞飞机之后，开箱一下战利品，一半都是贡糖。我现在在做类似红烧牛肉的做法，去金门回来之后，我想说把这个豆瓣酱加到卤肉里面，不晓得会变怎么样子。这样够吗？加一点吗？打拉哎，一下再加一点水，让它充分均匀之后，就会知道这个豆瓣酱的好吃，好吃的点值。结论是，根本吃不出来奶奶。废话，你才倒那一点。